世界上最迷惑的行为艺术。我国艺术家杨业信耗资20多万，将500克黄金打造成1000颗纯金大米，并将它们一粒一粒扔进黄浦江、下水道、草丛等上海的各个角落。作品叫《扔黄金大米的人》。杨业信以这样的行为艺术方式，为全人类吹响警哨，来讽刺当下日益严重的浪费粮食行为，希望唤醒国民对粮食安全的重视，探讨浪费和节俭、价值与价格、富裕与富强之间的关系。作为我国新生代行为艺术家，代表业界群体登上纳斯达克大屏的于洋，呈现上自己的作品《北京银矿》。他冒着炎热蹲在北京国贸 CBD 旁，手持一根纯度9999的银条，不停地用力在光滑的地砖上摩擦，银条被越磨越细，直到最后覆盖在了整块地砖上。总共花费2小时，把这块普通的地砖创造出一小片银矿，在烈日的照耀下反射出星星点点的光芒。于洋通过把银条还原成矿土留在北京的大街上，当人们努力地通过劳动不断获取财富的时候，艺术家们却在努力地通过劳动不断消耗财富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觉得社会需要这样的艺术吗？